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亲爱的你，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，我是主播佳萌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是送给晚上睡不着觉的人，一起来听。人活一世，吃五谷杂粮免不了会有烦恼，生活的压力、工作的艰辛或者感情的不顺，让我们心力交瘁，在无数个寂静无声的夜晚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，失眠到天亮。如果哪一天你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，难以入眠，甚至当失眠成了常态的时候，看看这四句话，希望它能给你一些力量，在你失意的时候重拾勇气，继续笑着面对生活。撑不住的时候，可以对自己说声我好累，但永远不要在心里承认说我不行。人不是机器，有七情六欲，面对生活总有累的时候，特别是一些无能为力的困境，总有坚持不下去想放弃的时候，很无奈，很郁闷吧。没办法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会给你一点甜头，也会给你很多苦头，让你前行的道路布满荆棘。你可以喊累，可以喊苦，甚至可以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出去散散心，旅旅游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贬低自己，认为自己不行，直接放弃。做人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。前进的道路上，越是困难重重，越是要摆正心态，以强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去克服它，击败它。人生就像一杯茶，总会苦一阵子，但不会苦一辈子。只要你有信心坚持下去，就能度过人生低谷，掀开茶盖，闻到茶的清香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不必强求，努力了，珍惜了，问心无愧，其他的交给命运。三毛曾说，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，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越是执着越容易失去。是你的终究会属于你，不是你的，就算你再绞尽脑汁，还是会离你而去。有些事努力做了，就算最后没有成功，也不要灰心丧气。有些人你拼命爱了，哪怕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在一起，也不要一蹶不振。人生本就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，如果你每件事都想要尽善尽美，都想抓在手里，那你可能会经常失望。老话说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万物不可强求，不管是得到还是失去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收拾好心情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，为接下来的生活好好努力。树结疤的地方是树干最坚硬的地方，人也是一样，百炼才成钢，想要与众不同，必须创造不同。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木要茁壮成长，需要有树皮的保护，人要活得精彩，需要足够努力，给自己挣够脸面。你想超越别人，想与他人与众不同，想站在聚光灯下收获鲜花和掌声，那你就要拼命努力，让自己有资本、有底气赢得成功。梦想可以天花乱坠，理想却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。生活是很公平的，没有人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，有的只是谁付出了多少努力，谁又做了什么。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成功不会从天而降，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时间给予你的只会是苦难和失败。
泪水划过嘴角，你才知道它有多咸；负担砸在肩上，你才知道它有多重。不要随意评价别人，也别轻易辜负自己。人生苦短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出足够多的光彩。世上的路，有时只能一个人走，心上的伤，有时只能一个人养。凡事尽力就好，虽然人生的路只能自己走，但所幸时光终将为你加冕。邹韬奋说，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。孤独是常态，毕竟从呱呱坠地到年老逝去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阶段，我们都是一人独自面对。人生的路，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走。人可以害怕孤独，但不能丢失面对孤独的勇气。人在脆弱时都想有份慰藉，在无助时都想要个依靠。有个人陪固然好，可如果注定孑然一身，注定一个人要走过所有的路，也不要太过伤心和烦忧。有人说，只有经历了无数的荒凉孤独，才能遇到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。日子再苦，也要自己过；泪水再涩，也要自己擦；伤口再痛，也要自己舔；风雨再大，也要自己走。人生有太多的酸甜苦辣需要自己尝。我们可能不是无所不能的勇士，却可以咬紧牙关自己挨过所有的苦难。无论这条路多么的熙熙攘攘，多么的坎坷艰难，也要保持微笑。只要你熬过去了，就是成功。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一书中有句话，不要怕现实中没有未来，怕的是你心中存在一个末日。没有什么不可替代，没有什么必须拥有，我们可争取，但不可强求。太阳有升有落，人心有苦有甜，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那些让你沮丧的事，那些让你揪心的人，忘了吧。记忆需要选择，放下那些不值的。今天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天都是小事；今年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年都是故事。红尘潇洒，独自前行，但尽人事，莫问前程。凡事不要想太多，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，无论成绩如何，都应该高高兴兴地上床甜睡。往后的日子，愿你有好运气，愿你被很多人爱，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，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安然入睡，睡到自然醒。人生是自己的，我们只要给自己的人生交一个满意的答案，这就够了。姑娘们，好好努力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守候。